穿三个直花，一个往左，一个中间偏短，然后一个右边偏长，有点弧度，带钩。穿布，穿比较厚实，布比较受硬，受硬带起来，布带起来，点这个拉到后面，到最后还要做这个动作。不可，可它这里是到这里以后用力扭回来，再挤回去，再拉起来，到这里以后再用力勾起来。不可，不可复试仪，这个复试啊，两个都很用力啊，很用力，很用力啊，很用力，很用力就用力吧。复点拉长，拉拉尖尖，还有带动的动作。试，试的话这边比较轻，用力抹上去，再来又来的，又来的。啊，就是试带上去。哎呀，两个重的，当然就来就一个轻的，啊，不能从头到尾一直都重，而且这一个字又写的小。乙，带起来，带起来干嘛？这里要带过来，准备写下一个字。啊，这是比较小一点。鱼乃射一鱼，哇，小大小，哇，这要做出来。这个字不太大，在它比较里面，这个不算小的。抹过来，稀稀嗦嗦，还是要挑起来。带过来以后，用力的抹下来。鱼，这算小的。再来这个奶，笔画好少，可是它写的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还蛮狠的。奶色，这个色笔有好多，可它跟笔那个奶字比起来的话，哇，它写的好小。所以一般笔画多都会写大，不过在这里倒是他笔画多，把那给故意写小，那营造一个整体上的差距，没有说一定要套什么公式啊，觉得这样画面比较好看吧。点跳上去，再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带上去，然后再来笔画很多的稀稀嗦嗦的，还是要勾起来，射一。一这个点好轻哦，这里比较重，带起来，滑下来，跳上去，撇过来，然后顺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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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长，顺一，一由上的话，一是比较大的，那二上都是偏小，当然，耳本来就一向都偏小偏扁，几乎每一个耳都长这样子，但是它因为在最后面的时候，也是写不大了。而上，上他已经挤到没位置了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要写小一点，写小一点，因为下面已经没有位置了。好。